何超莲呢日就去到 TVB 录影节目娱乐大家，第一次上游戏节目嘅超莲就话觉得好兴奋，系好兴奋啊！即系得到呢个邀请，咁希望唔好太蠢啦。提到好友 Fiona 早前为超莲庆祝生日，有朋友就拍低咗超莲同男友窦瑶讲电话嘅冧样。Fiona 仲话见过窦瑶帮超莲剥濑尿烤壳添啊！咁嚟香港一定系食呢啲海鲜噶啦，咁濑尿虾嘅壳系难啲啲嘅。系啦，好好 nice， 好好咯。父亲节就嚟到啦，超莲会唔会带男友翻屋企同爸爸赌王一齐庆祝呢？应该嚟唔切啦，因为佢而家拍紧剧，咁走唔开，系唔适合。